空洞之人武信矣。隋炀帝纵欲无厌，兴兵辽左，及敛暴狱，由是而起。乱臣贼子得以资不及自焚，遂亡其国。我太宗文皇帝清御荣禄，东征高丽，虽有成功，所损亦甚。及凯骸之日，故谓左右曰：“使朕有未征哉，必无此行矣。”则是悔于出师也可知矣。何者？夷狄之国，由食田也，得之无益，失之何伤？必务求虚名，以劳有用。但当修文德以来之，备身教以服之，则信臣以服之，井边备以防之，使众议来庭，航海入贡，资数得其道也。赞曰：东夷之人，北狄之俗，元考周官，世称蛮服，谓得无伤，以得何足？一物怀柔，谓之基数。PG 3738。列传第150。安禄山子庆绪。高尚孙孝哲史思明子朝议。安禄山，瀛州柳城杂种胡人也，本无姓氏，名札洛山。母阿史德氏，亦突厥巫师，以卜也。突厥忽斗战，札洛山，遂以名之。少孤，随母在突厥中，将军安波至凶眼掩妻其母。开元初，与将军安道买南拒逃出突厥中。道买次南征捷兰州别驾，收获之。年十余岁，已与其兄及奄奄相携而出，感愧之。约与思顺等病兄弟冒姓安，及长结六番语护士牙郎。二十年，张守圭幽州节度，陆山道杨士爵，守圭包座，欲棒杀之，大呼曰：大夫不欲灭两番耶？何？打杀陆山。守圭见其肥白，壮其言而视之，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桌身行毕。客或拔偏将，常嫌其肥，以守圭威风素高，畏惧不敢保食。以骁勇闻，遂养子。二十八年，平卢兵马使，性巧狭，人多遇之，受瀛州都督、平卢军使。后路往来者，起好言，玄宗亦信享之。天宝元年，以平卢节度，以陆山设中丞使，入朝奏事，玄宗亦宠之。三载，戴培宽、范阳节度、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。采访使张立贞常受其禄，数载之后，处置使习建侯又延其公职。吴思、裴宽受戴及李林福顺旨，并延其美。数公皆信臣，玄宗亦一间不摇矣。后请贵妃养儿，入对皆先拜太真。玄宗怪。PG 3739。而问之，对曰：臣是番人，番人先母而后父。玄宗大悦，遂命杨仙以下并曰：兄弟姐妹。六载，加大夫常令刘洛谷奏事，与王据大夫李陵府乡朝臣莫敢抗礼。陆山臣恩深，入夜不胜庆折，临伏命王
屈拜景胜，麓山耸袭，邀见屈。每郁郁，皆揣之其情，而先言之。麓山以神明，每见灵府，虽胜东夷汉洽。灵府皆以温言，中书隐作，以几披袍覆之。麓山心和，摩所应乎？十郎落谷奏事，先问十郎何言，有好言则喜悦，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效，则反手具床曰：“阿宇，我死也。”李归年长，其说玄宗已笑乐。晚年亦肥壮，腹垂过膝，重330斤，每行以肩膊左右。晚其身方能一步至玄宗前，坐胡旋舞，急如风烟。至地狱，穷极壮丽，以金银蓬筐罩里等，上御勤政楼，于御座东设一大金鸡帐，前置一榻坐之，卷去其帘。时在入朝，有求河东节度，因拜之。男十一人，长子庆宗、太仆卿，少子庆绪、鸿胪卿。庆宗又上郡主。麓山因有逆谋，于范阳北驻雄武城，外事御寇，内驻兵器击鼓保守之际，战马15000匹，牛羊称势，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。引张通儒、李廷坚、平烈、李始于独孤问俗在目下，高尚长书记刘洛谷留居西京，耳目安守中、李归仁、蔡希德、牛廷介、向润客、崔前佑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寻、能元浩、田承嗣、田干真，皆拔于行间。每月进奉牲口驼马鹰犬不绝，人无聊矣。既肥大不认战，前后十余度七又契丹宴设酒中者梁荡子欲掘一坑，呆其昏醉，斩首埋之，皆不绝死。每度数十人。十一载八月，麓山并率河东等军56000，号150000，以讨契丹。去平卢千余里，至土户真河，即北黄河也。又 PG 3740，背城300里，掩至契丹牙帐。数九域，弓箭皆长失，将士困急。西又加攻之，杀伤略尽。麓山被射，折其玉簪，以麾下溪小儿。20余人走上山，坠坑中，其男庆绪等扶持之。会夜解走，投平卢城。杨国忠屡奏麓山必反。12载，玄宗始终官府求临参之，得其贿赂，甚言其中。国忠又云：“诏必不至，即诏之而至。”13载正月，夜于华清宫，因涕泣言：“臣番人不识字，必下着臣不赐。”被杨国忠欲的杀臣。玄宗亦亲厚之，遂以左仆射却回。其月，又请贤舅、陇右群牧等都使奏及温武部侍郎兼忠臣，其父又请之总监事，即贤舅、群牧等使上京角马，皆因选择之，夺得楼凡间目及夺张文衍马目。3月1日归范阳，即行出关，日行300-400里，至范阳，人言反者，玄宗必大怒，复送与之。14载，玄宗又召之，托疾部
至。赐其子婚，令就官礼，又辞。十一月，反于范阳，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。以诛。番马步十五万，夜半行，平明时，日六十里。以高尚、严庄。谋主孙孝哲、高邈、何千年、复兴。天下成平日久，人不知。战闻其兵起，朝廷震惊。禁卫皆是景商贩之人，乃开左藏库。出景伯赵牧，因以高先之、封长卿等相赐，大将以及之。陆山令严肃的是死力，无不一当百，欲之必败。十二月，渡河至陈刘俊，河南节度张介然陈献死之，传首。河北陈留郭门陆山南庆续见朱庆宗榜，弃告陆山。陆山在于中惊哭曰：“吾子何罪而杀之？”狂而怒，官军之将者夹道，命交相灼焉，死者六七千人，遂入陈留郡。太守郭纳出拒战，致士出将至荥阳，太守崔无弼拒战，陈献死之，赐于泥水阴。自古将军力非守于敦而射之，杀数百人，使及陆山于陆山不敢过，乃取古南而过，守于渐进，投河而死。东京留守里 PG 3741。七忠臣卢毅采访使判官蒋钦烧掘河阳桥，陆山怒，率军大至，封长卿自愿西颓墙，使伐数塞路而奔。陆山入东京，杀李七、卢毅、蒋钦，召河南尹达西巡，使之立事。初，长卿欲杀巡，恐应贼，七意见止之。长卿既败，唯与数骑走至陕郡。高先知率兵守陕城，皆弃甲西走潼关，拒贼追孽，相柔及而死者塞路。陕郡太守窦廷之走投河东，贼使崔干右守陕郡，凌辱太守为兵将于贼。十五年正月，贼窃号燕国，历年盛武，达西巡以下属陈乡。五月，南阳节度鲁迥率金乡黔中岭南子弟十万余，与贼将武令巡战于叶县城北汾河，王师尽没。六月，李光弼郭子仪出土门路，大破贼，于常山郡东加山、河北诸郡归降者十余。陆山窘急，徒欲却投范阳。会哥舒翰自潼关领马步八万，与贼将崔干又战于灵宝溪，贼复败，汉西奔潼关，其帐下直送于贼。关门不守，玄宗姓蜀太子收兵领武，贼乃遣张通、如西京留守，田干真、金兆尹安守中屯兵院中。十一月，遣阿史那陈庆攻陷颍川，屠之。陆山以体肥，常带疮，即造逆后而眼见昏，致事不见物。又者居疾，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，疮甚而终罢，以及家造即动用斧钺，严庄亦被锤踏，庄乃日夜谋之，立庆续于户外。庄持刀领数里诸儿同入陆山帐内，诸儿以大刀啄其腹。陆山掩
摩所见，床头常有一刀，即绝难坐，门床头不得，但汉卧帐大。呼曰：“是我家贼。”父常以数斗留在床上，言气气绝，因绝。床下深数尺，坑以毡系包其尸埋之，又无哭泣之宜。庄吉轩言于外，言禄山传位于晋王庆绪，尊禄山太上皇。庆绪纵乐，饮酒无度，呼庄兄，视之大小必咨之。初，诸儿出契丹部落，十数岁是禄山，甚遐惠。禄山持忍，进去其事，血流数身，欲死。禄山以挥火覆之，近日而苏因。PG 3742。燕人，禄山颇宠之，最见信用。禄山度大，每者一代三四人助之，两人起度，诸儿以头戴之，使取裙裤带及细腰带。玄宗宠禄山，赐华清宫汤玉，皆许诸儿等入住解着衣服，然中见哭者，诸儿也。庆绪，禄山第二子也。母康氏，禄山遭康之妻。庆绪善骑射，禄山偏爱之。未二十，拜鸿胪亲，兼广阳太守，出名人职。玄宗赐名庆绪，禄山都知兵马使，严庄高尚立主。请叙素懦弱，言辞无序，庄恐不服，不令见人。庄御史大夫冯异郡王，以专其政，后其军将官制，以固其心。二月，肃宗南信奉祥郡，使之禄山死，使仆固怀恩使于回哥结婚，请兵讨逆。七月，郭子仪拔河东郡，崔干又南遁。八月，回纥三千骑至。九月，广平王领番汉之，收西京，走安守。中贼之死者积如山腹。十月，贼将引子齐攻陷睢阳郡，杀张巡、姚窗等。王师臣甚至陕郡，贼惧，令严庄亲骑骁勇而来拒。广平王遣副元帅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西曲沃，大破之于新店，竹北二十里，斩首十余万，俘尸三十里。严庄奔至东京，告庆绪，庆绪率其余奔河北保业郡。严庄至河内，南来归顺。贼将阿史那、陈庆等麾下三万余人，西奔横赵、范阳。从庆绪者为皮簇1300而已。中书令张通如秉政，改襄州、陈安府，属置百官。旬日之内，贼将各以智者6万余，凶威复振。清其节度能元号独律，归顺。明年改干元元年，德州刺史王兰、北州刺史宇文宽等皆归顺。河北诸军各以陈守累月，贼使蔡希德、安太清急急复陷于贼，虏之以归，挛食其肉。其下前谋归顺者，以贼皆易制之，以纵屠戮，人心使离。又不清政事，闪至亭沼楼船、长夜之影、高尚等各不相业。蔡希德兵最锐，性刚直，张通如赠而一杀之，三军冤痛不用。以崔干又天
PG 3743。下兵马使，全领中外兵。甘又性必立，士卒不复。九月，肃宗遣郭子仪等九节度律部骑200,000攻之，以于朝。恩，军容使。初，子仪之列臣也，使善射者3000人伏于垒垣内。明日皆战，子仪挥其属奔，庆绪逐之，伏者齐发，贼党大溃。使薛嵩求救于史思明，言禅让之礼。思明先遣李归仁以部簇10,000马军3000先往扶阳以应。及至扶阳，子仪之围已固，主陈川豪各3众，楼鲁之盛，古所未有。又引水以灌城下、城中，水泉大上，景皆满意。以安太清代甘佑都知兵马使。思明南攻魏州，节度使崔光远南走，思明拒其城数日，即甘元2年正月1日也。思明称燕王，立年号。庆绪自10月被围至2月，城中人相识，米豆钱70,000余，蜀一头直数千，马石颓强迈健，及马粪浊而四之。思明引来救。3月6日，子仪等战败，遂解围而南，断河阳桥以守古水。思明领其营于叶县南。庆绪使收子仪等营中粮，上6,000-7,000石。父与孙孝哲、甘佑谋闭门自守，亦更惧思明。诸将曰：“今日安，可更被使亡乎？”张通儒、高尚、平烈谓庆绪曰：“使亡远来，臣等皆何迎谢？”对曰：“任公暂往见思明。”思明与之涕泗，后其礼，复命归城。经3日，庆绪不至，思明密召安太卿令诱之。庆绪不获矣，以300骑诣思明。思明引入，令3军换甲职，兵呆之。及朱棣领至于庭，再拜稽首曰：“臣不克负荷，弃师两都，九县重围，不义大王以太上皇故，将兵远救。”思明曰：“弃师两都，用兵不利，亦何事也？”二人子杀汝父以求位，庸非大逆乎？吾太上皇讨贼，即迁出，并其4弟及高尚、孙孝哲、崔甘佑，皆亦杀之。陆山父子建逆3年而灭。初，王师之为襄州也，亦朝夕屠县。为术士桑道茂曰：“3月6日，西师必散，此城无忧。”卒如其言。PG 3744。高尚，幽州庸奴人也，本名不为。母老，乞食于人，上州犹不归侍养。寓居和硕县界，与令狐朝邻里，通其婢，生一女，遂收之。上颇独学，善文辞，常叹息为汝南州喜曰：“高不为，宁当举世而死，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。现未有姓高者，以其宗盟引至门下，遂以上入籍，兄弟李其务怀州刺史，举高尚不仕，诵经师，并铸钱3万。其务欲书于中官将军吴怀，时以托之。怀时引荐高力士至宾馆中，令与南丞相惜学。吴问家事，亦以为之。
吴和令妻妇吕令浩特表见之。天宝元年，拜左领军仓曹参军统镇云。六载，安禄山奏平卢长书记，出入禄山卧内。禄山肥多睡，上执笔在旁或通宵。焉由是近亲后之，遂与禄山解图谶，劝其反。天宝十一年，禄山表屯田员外郎，即随禄山叩县东京，授中书侍郎，设书至赤多出其手，使上与严庄、孙孝哲计划白禄山以事必成，即稿清沙里清奏于土门杨生言，荣王婉割书汉二十万，训河北十七郡皆归顺，真清破元知奉三万于唐义、贺兰敬明在拔信都、李光弼、郭子仪计收长山、赵郡、河北陆绝者在河南诸郡皆有防御，潼关有歌书汉之师。禄山大惧，怒上等曰：汝原向我道万全，必摩所谓。今四边若此，赖朕便数州尚存，向西至关一步不通，河北并已无矣，万全何在？更不须见我。上等遂数日不得见禄山，忧闷不知所。会田干真自潼关至，晓谕禄山曰：自古帝王皆有胜败，然后成大事，岂有一举而得之者乎？今四边兵马虽多，皆非精锐，岂我之比？纵事不成，收取数万，横行天下，一道直。一十年五岁矣，岂有人能治我耶？上庄等皆左命元勋，何的隔绝不与相见，令其忧惧。指此数人，岂不能患乎？外兼文旧唐书三千七百四十五之必心摇动。禄山喜曰：阿浩，非汝谁能开豁我心里事，今无忧矣。之奈何？干真曰：不如换取慰劳之。遂召上等饮宴作乐，禄山自唱歌以送酒，呆之如初。阿浩、干真小字也，即庆绪至相州，受侍中。孙孝哲，契丹人也，母禄山所通，应得遐境。即禄山见逆，受殿中间，贤旧使封王。孝哲由用事，雅于严庄，求马华齿，颇是豪贵，美食皆被征转。性残忍，果于杀戮，闻者未知。禄山使孝哲与张通如同守西京，非王宗之皆离其库。与严庄争权不睦，即禄山死，夺其使，以邓继阳代之。庆绪之奔，庄惧所图，因而来奔。史思明，本名苏干，营州宁宜州突厥杂种胡人也。资首少须发，渊肩羽背，青目侧鼻，性急躁，与安禄山同乡里先。禄山一日生，思明除日生，禄山岁日生，即长相善，俱已消。永闻出世特进屋之意，每领其参贼，必深情以归。又解六番与禄山同护侍郎，张守圭、幽州节度奏折冲。天宝初平立战功，
至将军，知平卢军事，常入奏，玄宗赐座与。与甚其之。问其年，曰四十矣。玄宗抚其背曰亲贵。在后免之。迁大将军，北平太守。十一载，麓山奏授平卢。节度都知兵马使。十四载，安麓山反，命司民讨饶阳等诸郡，献之。十五载，正月六日，司民与蔡希德为稿卿于长山，九日拔之，又为饶阳，二十九日不能拔。李光弼出土门，拔长山郡，司民解围而拒光弼。光弼列兵于城南，相持累月。光弼草尽，使金簇以车数乘于旁县取草，折被及之，其后率十匹为共得两束草，至错蒿箭以四之。初，麓山以贾循、范阳留后，谋归顺，复留守。向润客所杀，以司民代之。又以征战在外，令向润客代其任。四月，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藩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长山。军威遂振，南拔赵郡，司民退保柏林。五月十日，子仪、光弼。PG 3746。及之，拜司民于沙河上。又攻之，司民以其簇奔嘉山，光弼及之，司民大败，走入柏林郡。光弼为之，乘戟拔，属潼关失守。肃宗礼兵于朔方，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东兵马。光弼入土门，司民随后剿击之，已而回军，并行及刘振成，振成一之。初，不设备，遂弃军保北平。振成妻子及军资两千乘进梅。司民将簇颇精锐，皆平卢战士，南拔长山、赵郡，又攻河间，引子其所为，以四十余日。真卿使何陵以一万二千人马百匹以救之。至河间二十余里，北风尽烈，鼓声不相闻，贼纵击之，秦何陵已至城下。司民既全，何事贼军亦甚。李焕贼所擒，送东京。又攻锦城，秦李伟伟投河而死。遂使康梅也拨攻平原。真卿觉之，兵马既尽，渡河而南，攻秦河梁。晋城县，秦太守王怀忠以献麓山。将军庄四贤为乌承恩于姓都。承恩母七仙安麓山所获，司民获其南从泽，使御承恩。承恩遂将司民与之把臂饮酒。饶阳县李系投火死。河北西县引自其以五万渡河至青州，欲变向江淮，会回河两千骑眼至范阳。范阳闭门二日，然后向太原。子其行千里以救之。二年正月，司民以蔡希德和范阳上党兵马十万为李光弼于太原。光弼使地道至贼阵前，萧贼方戏弄城中人，地道中人出擒之。敌以神乎的藏菩萨。司民留十月，会安麓山死。庆绪令归范阳，希德留百余日，皆不能拔而归，自麓山
现两斤，常以骆驼运两斤玉斧珍宝于范阳，不知计及。由是自其逆谋，思明转交，不用庆绪之命。安庆绪，王师所败，投叶郡，其下藩汉兵三万人，初步之所从，思明即杀三千人，然后降之。庆绪使阿史那陈庆安守中征兵于思明，且欲屠之。判官耿仁智中谋之事，谓思明曰：“大夫从众，人不敢言。仁智，请一言而死。”思明曰：“是言之。”对曰：“大夫九世禄山。” PG 3747。禄山兵权若此，谁敢不服？如大夫比者，逼于凶威耳，故亦无罪。今闻孝感皇帝聪明勇智，有少康、周宣之略，大夫发史书，臣必开怀见纳，此转祸福之上策也。思明曰：“善。”陈庆等以五千骑至范阳，思明西借咒以逆之，且数万去之一里，使谓之曰：“相公及王远志将士等不甚喜悦。”此皆边兵怯懦，颇惧相公之来，莫敢进也，请持公以安之，从之。思明遂以陈庆手中入内，引乐之，别令诸将于其所分收其甲帐，其诸郡兵皆给粮自归之，欲留者分立诸营，遂居陈庆斩手中李立杰之手，李光弼使牙关进免招之，遂令牙关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八万人，即以河东节度高秀岩来将。肃宗大悦，封归义王、范阳长史、御史大夫、河北节度使、朝议以下并列卿、秀岩云中太守，以其南如月等七人大官。使内侍李思敬、将军乌承恩宣慰使，令讨残贼。明年改干元元年四月，肃宗使乌承恩副使后四骑过而杀之。初，承恩父之意，节度司明常侍之意，亦有开讲之恩，以此李光弼计其无疑，因谋杀之。承恩至范阳，数漏其情，夜取妇人一一之，一诸将家以翻动之以御之，诸将以白思明甚惧，无以厌。有请承恩与思敬从上京来，宣恩命必将归思弟。思明留承恩且于管中，明当有所意，以令为其所请之床，扶二人于其下。承恩有小男，先留范阳，思明令审其父。夜后，思于其子曰：“吾受命除此逆，明便受吾节度矣。”床下二人叫呼而出，以告思明。思明令执之，搜其衣囊，得朝廷所与阿史那陈庆铁券及光弼与承恩之谍，云陈庆逝了。即复铁券，不了不可复之。又的部书数百纸，皆宰先所从。反军将明，思明与之曰：“我贺父于汝而致仕耶？”承恩称：“死罪，此太尉光弼之谋也。”思明及军将官吏百姓悉向大哭曰：“臣以十三州之地、十万之兵将国家，赤心不复。
PG 3748。陛下，何至沙臣？因彭沙臣恩父子，求李思敬，遣使表其事。朝廷又令中时尉御云：国家与光必无此事，乃臣恩所杀之善也。又有使从京至，执三司议罪人状。司名曰：臣悉列以下，皆重臣，上皇弃之信属，既收复天下，此辈当为劳之。今上谏杀，况我本从麓山返乎？诸将皆云：乌臣恩之前世情状，可知光必尚在，忧不系也。大夫何不取诸将状以诛光弼，以谢河北百姓？主上若不袭光弼，大夫诛之，大夫乃安，不然换位矣。司名曰：公等言事，乃令耿人至，张不精修表，请诛光弼以谢河北。若不从臣请，臣则自领兵往太原诛光弼。不经出以表示司名，即封入函，耿人至尽消去之。写表者密告司名，司名大怒，执二人于庭曰：汝等何得负我命斩之？人至视司名颇久，意欲活之，却令召入，谓之曰：我任使汝相三十年，今日之事，我不负汝。人至大呼曰：人生固有一死，须存忠节。今大夫纳邪说，反逆之计，总言寻月，不如早死，请速加抚月。司明大怒，乱锤杀之，脑流于地。十月，郭子仪领九节度为襄州，安庆绪偷盗求救于司明。司明惧军威之盛，不敢进。十二月，萧华以魏州归顺，召遣崔光远替之。司明急而拔其臣，光远脱身难渡。司明于魏州杀三万人，平地流血数日，即干元二年正月一日也。司明于魏州北设坛，建称大圣燕王，以州治行军司马。三月，引旧乡州官军败而隐退。司明召庆绪等杀之，并有其。四月，简称大号，以州治乡，以范阳燕京。九月，寇汴州，节度使许书记合于司明，司明议政。又陷洛阳，与太尉光弼相聚。司明自行凶暴，下无聊矣。上元二年，遣遣人反说官军曰：洛中将士皆忧朔人。 PG 3749。贤思归于朝恩矣，然告光弼及诸节度仆顾怀恩、魏伯玉等，可速出兵以讨残贼。光弼等然之，乃出师两道其境，赐于林贼尾物盾，将士等不复设备，皆入城掳掠。贼伏兵在北邙山下，因大夏，士卒嫌弃甲奔散。于朝恩、魏伯玉退保陕州，光弼、怀恩弃河阳城，退居闻喜。步兵散，死者数千人，军资器械尽，贼所有河阳、怀州尽献于贼。司明至陕州，官军所聚于江子坂，战不利，退归永宁。筑三角城，约一月内毕，以筑军粮。朝议筑城毕，未逆。司明至，购之。
对曰：“援兵士疲乏，暂歇耳。”又怒曰：“汝袭不下兵，唯我处分。”令随身数十人立马看泥，思须而毙。又曰：“呆收陕州，斩却此贼。”朝议大惧，思明居易，朝议在殿中。思明令复兴曹将军总中军兵延卫，朝议将落月并许书记南纪常等言：“主上欲害王，月与王死无日矣。”因言废心之事，古来有之，欲换取曹将军举大事，可乎？朝议回面不应。月曰：“若不应，月等即归李家，王亦不全矣。”朝议然之，令许继常命曹将军至。月等告之，不敢拒。其夜思明梦而惊悟，据床惆怅，美好邻人寝食至左右，以其残忍，皆恨之。及此问其故，曰：“吾相梦见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，鹿死水前，言必如厕。”邻人相谓曰：“鹿者，鹿也；水者，命也。胡鹿命俱尽矣。”落月入，问思明所在，未及对沙数人，因止在侧。思明决变于墙出，至马槽，被马骑之。月等至，令欠人周子俊射中其臂，落马曰：“是何事？”月等告以怀王。思明曰：“我朝来与错，今有此事，然汝杀我太急，何不待我收长安？终事不成矣。”因急呼怀王者三曰：“莫杀我！”却骂曹将军曰：“这胡误我，这胡误我！”月遂令心腹秦思明复柳权益曰：“事已成矣。”朝议曰：“莫惊圣人否？莫损圣人否？”月曰：“吾有十州志，许书记统。” PG 3750。后军在福昌，朝议令许继常往告之。志闻金玉养道，朝议却领兵回。志等来迎，因杀志。思明至柳权益，亦杀之。朝议变见谓朝议：“思明孽子也，宽厚人负之，使人往范阳杀太子朝英等。”留守张通如觉之，战于城中数日，死者数千人，使斩之。时洛阳四面数百里，人相识。州县虚朱节度使皆陆山救将，与思明等疑。朝议征召不至。宝应元年十月，遣元帅雍王领河东朔方朱节度回纥兵马复陕。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沙先锋于朝恩、郭英义后殿，自神池入；李抱玉自河阳入；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。雍王留陕州。29日，与朝议战于邙山之下，逆贼败绩，走渡河，斩首万六千，生擒4600，将32000人，器械不可胜数。朝议走投汴州，汴州将张献臣拒之，乃渡河北投幽州。二年正月，贼范阳节度李怀先于莫州申擒之，送款来将，枭首至阙下。又以
官以丞相者衡州刺史、陈德军节度张忠志、礼部尚书于如故。赵州刺史卢书、定州陈元盛、徐州刘如林、湘州节度薛松、幽州李怀仙、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，领就职。司明干元二年建号，至朝义宝应元年灭，凡四年。PG 3751，列传第150。朱子皇朝秦宗权。朱子，幽州昌平人。曾祖立，赞善大夫，赠礼部尚书。祖司明，太子洗马，赠太子太师。父怀归，天宝初，是范阳节度。使裴宽、牙前受折冲将军。及安禄山，使司明叛，累管兵将。宝应中，李怀仙归顺，奏冀州刺史、平卢军留后、柳城军使。大历元年卒，累赠左仆射。祖父之赠，皆以子故也。子以父资从军，又壮伟，腰带实为，骑射武艺亦不出人。外若宽和，中颇残忍。然轻财好施，每征战所得赏物，折分与麾下将士，以示所推，故得济其凶谋。初立李怀仙，部将，改经略副使。朱熹采计杀李怀仙，字节度，以子宗信，甚为信之。熹采政苛酷，人不堪命。大历七年秋，熹采其下所杀苍族之计，未有所从。子营在城北，地涛主衙内兵易的心，涛变诈多端，前十百余人于中大言曰：“节度使非城北诸副使莫可。”既无从，因共推子。子遂全之留后，遣使奉表京师。十月，拜检校左散。其常侍、监御史忠臣、幽州卢龙节度等使、幽州常使、监御史大夫。其年，子上表令帝涛率兵2500人赴京西防秋。代宗加之，手诏褒美。九年，就加检校户部尚书，赐时封百户。幽州及河北诸镇，自天宝末变逆乱之地，李怀仙、朱熹采与连晋三节度，名虽向顺，未尝朝也。至世子率先上表，请自领部骑3000人入境，诏修甲第以待之。九月，子至京师，代宗御内殿引荐，赐御马。PG 3752，两匹，战马10匹，金银锦彩甚厚。又以器物10床，马40匹，绢20000匹，衣1700袭赐其将士，宴犒之甚，进食未有。子又上表，请留京师，从之。因受其弟涛监御史大夫、幽州节度。留后人以河阳永平军防秋兵，郭子仪统之，决胜军阳游兵。李抱玉统之，淮西凤翔兵。马林统之，便宋资清兵。彼子统焉。11年8月，加拜同平章事。巡令出镇奉天行营，复赐金银增彩，并内库弓箭以宠之。12年，加检校司空，代理报御陇右节度使，权知河西，则路行营兵马事。德宗嗣位，
加太子太师奉祥引时封至三百户。建中元年，荆州将刘文喜祖兵乱，加子嗣镇北庭行军，金元节度使，与诸军讨之。荆州平，加子中书令还镇凤翔，而以书王让尧领金元节度。二年，加子太尉朱涛将反叛，因使人与子计议，以帛书纳腊丸中，至法纪间。河东节度马遂搜获之，以文并送帛书及所遣使。子黄惧，顿首起归罪有司，上免之曰：“千里不同谋，非亲之过。”三年四月，以张毅代子奉祥陇右节度刘后，刘子京师，加时封至一千户，与义子镇云关、齐幽州、卢龙节度、太尉、中书令并如故。四年十月，金元兵叛，銮驾信奉天叛促等义子常统荆州，知其师权废居，样样思乱，群寇无帅，信子正宽乃相与谋曰：“诸太尉久求空宅，若迎而主，势必计矣。”姚令言乃率百余其营，子于晋昌里地，子乘马拥从北向，逐据新罗，观者万计，入居含元殿。明日，移处白华殿，但称太尉。朝官有业子者，悉劝奉迎銮驾，既不合子意，皆逡巡而退。元修制，遂平人夷，时言多悖逆，又甚臣成败，称数服命，劝其谏，子甚悦之。又李忠臣、张光胜继至，贤以官衔激愤，乐于祸乱。奉祥金元 PG 3753。大将张廷之、段成建以溃促三千余自襄城而至，贼子自卫望所及，见妾之心，自此而定，乃以元修、金兆尹叛度之。李忠臣、黄臣使虚秀十九师兵柄，故推心委之，遂发锐师三千，严奉迎陈余，时因有逆谋，秀十与刘海兵谋诸子，且余叛促之，镇京法驾，乃前贼伏追所发兵，至六日，兵即落邑而回。因与海兵同入见子，臣逆顺之礼，而海兵于薛中取匕首，其所决，遂不得前。秀时之不可以异动，俱夺元修相护，挺而及子，人大呼曰：“反鲁万段！”子举臂为首，秀时格拉之胸。然李忠臣持泪子，子素多力，才破其面，逆徒造疾。秀时海兵遂并见害。明日，申言以关王权主设计，是数尽往观之。八日，元修姚令言、李忠臣、张光胜等八人导子自白华入宣政殿见吉位，自称大秦皇帝，号应天元年，于至末不奋心，侍卫皆卒伍，行列不过十余人。下诏曰：“忧囚之中，神气自治，起正薄，得所能经营，彭衍之词也。”属姚令言、侍中、李忠臣、司空兼侍中、元修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判度之、蒋正、吏部侍郎、樊系、礼部侍郎、礼仪使、许继长、金兆尹、
弘经纶。太常少卿、彭衍、中书舍人、裴魁、崔佑贞、给事中、崔默。御史中丞、张光胜、仇敬忠、景刚、张宝、何望之、段成建、张廷之、杜如江、节度使。人以其兄子遂、太子、姚封帝涛、继王。太尉、尚书令、荀攸。号皇太帝。十日，子自领兵亲逼奉天，窃威以辇禄，田邑盗徒以惧之，军事颇盛，以姚令言元帅张光胜副以李忠臣金赵颖黄臣留守居中书省。荀以蒋镇门下侍郎李自平建议大夫兼平章事。子君合于城下浑奸，韩游归遇之，子大败，死者万计。子收军于奉天东三里下营，大修工具。明日 PG 3754。子又分兵营于甘陵下看，城内大震。十一月三日，杜希全与子战于莫谷，官军不利，自是子亦交大。王师乘城而战，人百其勇，贼多败絮，或出野战，官军又获利焉。子乃大驱百姓田堑，夜攻城，城中设旗以应之，贼乃退缩。西明寺僧法间有巧思，子造云梯。十五日辰时，梯临城东北隅，城内震骇。浑奸使侯仲庄设大坑，地道陷之。又纵火焚其梯，东风起，吹我军，颇为俄而讽回，吹贼军。坚毅心颇游，万古奇阵，风吹巨翅，须臾云梯与兄党同，挥尽。城中三门西出兵，王师又结，其夜兵复出攻，子败绩。李怀光以五万人来援，自河北至，子黄亥因而大溃，常为遂解焉。数以怀光三日不至，臣则为矣。三十日夜，子走至京城，时姚令言于城中造战阁楼美防团结，人心大异。子自奉天回，乃悉令去之，曰：“攻战无自有计，前此每三五日，即使人自城外来。”周走号令曰：“奉天已破。”百姓闻之，莫不引气，道路去计。时有入台省吏人，不过十数倍，郎官六七人，而亦令依常年举选，出有数十人成状，旬日亦皆平退。子自号其宅曰乾隆宫，悉移内库珍或瑰宝以食之。食者曰：“亦称乾隆勿用，此败珍也。”无忌百姓飘夺其珍宝，子不能禁止。明年正月一日，子改国号曰汉，称天皇元年。二月，李怀光计图叛逆，遣使与子通和。銮驾姓梁，杨，自此衣冠之前。逆者出售，官十七八焉。怀光出与子往复通好甚密，以前古金帛互相馈遗。子与书视之如兄，曰云：“薛平关中，当歌据山河，永邻国。”及怀光绝迹背叛，逼臣于迁姓，子乃下诏书，待怀光以臣礼，人征兵马。怀光计所卖，惭怒愤耻，遂领遁归河中。
PG 3755。三月，李慎、骆元光尚可孤之，西于城东类败子。四月，子使韩明、宋归朝、张廷之等寇武功，浑坚矣，及吐蕃。论莽罗大败归朝，杀逆党万余人于武亭川。五月，子又使仇进中寇蓝田，尚可孤及之，大破子秦，进中斩之。李慎、骆元光尚可孤遂西施其境，甚屯光泰门，逆徒拒官军，王师累竭。二十八日，官军入院，收复京师，逆党大溃。子与姚令言、张廷之、元修、李子平、朱遂以数千人西走，其余党或奔窜，或来将。子元路溃散，乃奔荆州，才百余骑。田西见闭门登皮，子令谓见曰：“我与尔节度，何故背恩？”西见乃使人自城上侄子所送荆棘于外，续又投火焚之。子遂过数里，袭于逆旅。子将梁廷芬入荆州，说田西见曰：“公彼日杀。”冯和清被叛，今虽归顺，国家必不能久容，公他日不免受祸，何如开门纳诸公，与共成大事？西见已然，廷芬乃追及子言之，子大悦，使廷芬却往荆州。廷芬请受己尚书平章事，子不从。梁廷芬既求宰相不得，不复往荆州，从子至宁州彭元，现西城屯，复与子心复诸为校共舍子。子走，坠故教中。子左右韩明、薛伦、高攸、武震、朱敬卿、董希之共斩子，使宋因传首已现。子死时年43。姚令言投荆州，元修、李子平走凤翔，寻并斩获。宋归朝之败武功，降于李怀光，宋兴元斩之。为部获朱遂、传野人所杀，霍云与子胥、金吾将军马越前走党项部落数月的达幽州。子之见逆，唤数诸重要颇亲密用事，子美呼之兄食贼。终以腊月大雨，新官谓子曰：“当以宗中年长者攘其灾变。”子乃毒杀重要，而以王李葬焉。及京师平，亦出其师而斩之。姚令言自有传。黄巢、曹州冤巨人，本已犯言，是甘服中，人遂凶荒。PG 3756。人机道河南尤甚。初，李仁王先知上军常聚道起于蒲阳，公飘陈毅献曹蒲及运州。先有谣言云：“金色蛤蟆针。”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。即先知道起，时亦未知。左金无畏上将军齐克让，兖州节度使，以本军讨先知。先知惧，引立陈、许、湘、邓、吴少长皆虏之，号300,000。三年七月，陷江陵。十月，又遣将徐军举陷洪州。时先知表请符节，不允。以神策统军使宋威、荆南节度招讨使、中使杨富光、监军傅光遣判官吴彦宏欲以朝廷事罪，别加官爵。先知乃令上军常蔡温求、
楚燕威相次意却请罪，且求恩命。时宋威害傅光之功，并擒宋阙，斥于狗脊领斩之。贼怒，西精锐及官军，威军大败。傅光收其余，以统之。朝廷以王夺代，招讨。五年八月，收复亳州，斩先之首献于阙下。先是，君长帝让以兄奉使见诸吕布入崖山。黄巢、黄奎、昆仲八人，率道数千依让。月余，至数万，献汝州。鲁刺史王廖又略关东，官军加讨，吕所败，其十余万。上让乃与群盗推朝，王号冲天大将军，人属官属，藩镇不能治。时天下臣平日久，人不知兵。熙宗以右主临朝，号令出于城下。南衙北司，相矛盾，以致久流浊乱，时多朋党，小人才甚。君子道消，贤豪既愤，退之草泽。既一朝有变，天下离心。朝知其也，人事从而复之。或朝持袭四方，张奏论列，皆直目朝。朕之弊，盖是不逞者之辞也。朝徒党既盛，与先知行援，即先知败，东宫亳州不下，乃袭破夷州拒之。先知与党西复焉。时王铎虽贤招讨之权，缓于攻取。时高骈镇淮南，表请招讨贼，许之，一家都统。朝乃渡淮，降于骈。骈遣将张灵率兵受降于天长镇。朝秦陵杀之，因虏其寻南县湖湘遂聚交广。托越州观察使崔求奏起天平军节度，朝亦不允。又起出关，使宰臣郑田与枢密使杨复恭奏，欲请受痛镇云将军。 PG 3757。 卢协伯其意，请受律府律，如其不受，请以高骈讨之。即朝见诏，大构执政，又自表其安南都护、广州节度，亦不允。然朝以是乌合欲据南海之地，勇科穴作妖朝命。是岁自春及夏，其大疫，死者十三四，劝请北归，以图大利。朝不得已，广明元年，北于武陵、范湖、湘江浙，进逼广陵。高骈闭门自固，所过镇戍，望风降贼。九月渡淮。十一月十七日，献洛阳，留守刘允、张律分司官迎之。济公闪国，逼潼关，献华州，刘江奋前守之。河中节度使李都诈进表与贼。朝廷以田令资律神策伯野等军十万守潼关。时进军皆长安富足，士集两军，封给后赐高车大马，以示权豪，自少气长，不知战阵。初闻科及，父子俱哭，但于出征各于两世。初值万计，拥故父犯徒孤疾，病房穷人，以战士操刀宰己，不知瑞赴任宦官、将帅，屈以守关。关之左右谷，可通行人，平时捉税，进人出入，谓之禁谷。
及贼至，官军但守潼关，不防进谷，以谷既关进，贼无得而于也。上让林延虑前锋由进谷而入，加攻潼关，官军大溃，伯也都进海京师，凡略西市。12月3日，西宗业自开远门出，驱落谷，诸王官属相次。本命官军容使田令孜、王若仇收合禁军护从。4日，贼至昭应，今吴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两班迎贼霸上。5日，贼陷京师。时朝累年道行伍不胜其父，欲穷民于路，真行失仪。既入春明门，房事俱关，上让谓小事人曰：“皇王生灵不似李家，不恤汝辈，但各安家。朝贼尽投误疑人。”13日，贼朝见魏国号大齐，年称金统，人欲楼宣赦，且臣服命曰：“唐帝之政起义，改元广明，以文字言之，唐已无天分矣。唐去丑口而安皇，天意令皇在堂下，乃皇家日月也。土得生金，予以金王，以改年金统。”贼搜访旧宰相。PG 3758。不惑以前浙东观察使崔求、杨希古、上让、赵章、四湘、孟凯、盖宏、左右军中尉、费传古、枢密使、王凡、金兆颖、许建、朱石、刘唐、军库使、朱温、张延、彭赞、季奎、诸位大将军、四面游役使，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500人，曰功臣，令其身临言，军使比之控贺。中和元年2月，上让寇凤翔、郑田出师遇之，大败贼于龙尾坡，田乃持檄告谕天下藩镇。4月，金元行军唐弘夫之师屯渭北，河中王仲荣之师屯沙苑，议定王处存之师屯渭桥、陆延拓跋思恭之师屯武功、凤翔郑田之师屯周至。6月，兵宁朱梅之师屯新平、中武之师3000屯武功。是岁，诸侯秦王之师四面聚会。12月，宰相王铎率金乡之师自行再至，郑田帐下笑笑斗美者，骁勇无敌，每夜律敢死之士100人，直入京师，放火凡诸门，斩及而骸，贼人悚骇。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，累年费耕耘，贼作空城，复书无入，古时腾勇米豆30千，官军皆执山寨百姓欲于贼，时人获数十万。朝士皆往来同华，或以卖饼业，因奔于河中。宰相崔沆、窦卢赞护从不及，逆之别墅，所由搜索言及，乃为行入永宁里张直方之家。朝贵护直方之豪多依之，继而获告。贼云直方谋反，纳亡命。贼攻其地，直方族诛，沆赞数百人皆遇害。自是贼始酷虐，族灭居人，遣使传命召故乡父马都尉于从于其地。从曰：“吾唐氏大臣，不可左皇家草昧，加之老疾。”贼怒，令诛之。
广德公主并贼好跳而谓曰：“与及天子女不宜复存，可与相公俱死。”是日并遇害。二年，王处存河中武之师，败贼将上让陈胜入京师，贼遁去。处存不备，事业复贼寇袭，官军不利，贼怒防事败，幸迎王师，乃下令洗陈丈夫丁壮，杀戮殆尽，流血陈渠。九月，贼将同州刺史朱温将仲荣。十一月，李克用率代北之师。PG 3759，自夏阳渡河，屯沙苑。三年正月，败黄奎于沙苑，进营干坑。二月，贼将凌延、赵章上让率100,000华州。克用河河中，议定中武之师，战于良田坡，大败贼军，俘斩数万。陈胜攻华州，欠诈以还之。克用其军在渭北，令薛志勤、康军立每夜突入京师，凡积聚伏击而炫。黄奎弃华州，官军收城。四月八日，克用河中武旗，将庞从遇贼于渭南，决战三捷，大败贼军。十日夜，贼巢散走。捷旦，克用由光泰门入，收京师。巢贼出蓝田，欺盘路，东走。关东，天下兵马都兼压阳复光漏布陷捷于行在。陈破贼势状曰：“请者妖心勿视，道孝从辞，而月目翻侯，背道不谨，未大痛之运，常可容间，为无事之秋，纵其长恶。贼守皇朝，应得充盈枯穴，蔓延环仆，屈我真离，训其凶逆，斩租鹤以成锋刃，杀耕牛以自繁炮，魑魅昼行，灰翼夜视，自南海失守，湖外丧失，养虎灾身，训枭逆大，物无不害，恶弥布，豺狼遗巢室之忧，疮盘及复兴之痛，遂至毒瘤万姓，道乌两京衣冠闲途，叹之悲，俊逸起丘墟之叹。万方共怒，时到其功，伏九庙之威临，舔积年之凶丑。河中节度使王仲荣神姿壮烈，天赋机谋，势力功名，治安家国，至于屯田呆敌，律事当冲，收百姓100,000余，降贼党30,000余，法当持重，功遂晚成，久积原野之行，未快雷霆之怒，自收同华，逼近京师，细风高照于国门，由其府临于霸岸，计之四余断绝，百计奔冲，如穷鸟触龙，似飞蛾覆竹。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，天赋忠贞，机谋与武艺皆优，臣节共本心相称，杀贼无非首任，入阵率已升仙，可谓雄才的明飞将。自统本军南下，与臣同力前驱，虽在请参，不忘寇孽。今月八日，遣牙队前锋杨守宗、河中骑将白志谦、横野军。PG 3760，使满存、聂云都将丁行存、朝议镇将康师真、中武黄头军使庞从等30都，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，力摧胸口。又遣河中将刘让、王环、纪君武、孙拱、
中武将乔从玉、镇华将韩从威、荆南将申屠从、沧州将贾涛、义定将张仲庆、寿州将张行方、天德将顾彦朗、左神策弩守真君楚、公孙左、横冲军石阳守亮、聂云都将高州、忠顺都将胡真、绛州监军毛宣伯、聂红玉等七十都计进贼上监阵来抗官军。雁门李克用律例枭雄整齐金阁，教造而生江洞瓦，因屋而气欲吞沙，宽列戈毛密张罗网。于是挥军备急，分其横冲，日明而见月飞轮，风急而旗开走电，使贼如浪，便可赛流；使贼如山，亦须折角。柔剑则横尸入的，腾林则积血沉沉，不凡即墨之牛，若驾昆阳之象。杨守宗等齐驱直入，何氏加攻，从卯至申，群凶大溃。自望春宫前促杀，至申阳殿下攻围，割布烂灰，使无虚发。其贼一时奔走，难入商山，徒沿漏刃之身，著作引头之气。自收平精确，二面皆立大功，若破敌摧凶，李克用时居其守，其余将左同校驱驰，奸臣所部领万余人，数岁至风沐雨，祭资平荡，并录以文。五月，朝贼先锋将孟凯攻蔡州，节度使秦宗权以兵逆战，贼所败。攻城急，宗权乃称臣于贼，遂攻城许营于水。陈州刺史赵抽迎战，败贼前锋，身擒孟凯，斩之。皇朝素宠凯，卑袭之。乃西攻陈州，营于城北五里，攻阙之至，约八仙营。于是自唐、邓、许、汝、孟、洛、郑、卞、曹、蒲、徐演数十州，必离其毒。贼为陈郡百日，关东人遂无根甲人耳，以强必坚，贼服人而食，日杀数千。贼有冲魔寨，聚队数百，身纳人于旧碎之，合谷而食，其流毒若是。赵抽求援于太原。四年二月，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，复原陈州。三月，诸侯之师复集。四月 ，PG 3761，官军败贼于太康，伏斩万计，拔其四臂。又败贼将黄业于西华，拔其臂。朝贼大恐，收军营于固阳里，官军进攻之。五月，大雨震雷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坏贼垒，贼自离散，复聚于卫士逼中牟。翌日，营变水北。是日，复大雨震电，沟城涨流，贼分寇汴州。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，大败之，获贼将李用、杨景、残、宝作县、冤据，官军追讨，贼魔所保。其将李党、杨能、霍存、葛从周、张圭后、张圭霸各律部下降于大梁，上让律部下万人归石薄。贼自相猜奸，相杀于营中，所残者千人，终夜遁去。克用追及至济阴而还，贼散于兖运界。皇朝入泰山，
徐帅石宝遣将张友与上让之，掩不知。至狼虎谷，朝江陵延斩。朝基二弟叶奎等七人守，并妻子接送徐州。是月贼平。秦宗权者，许州人，郡牙江。广明元年十月，朝贼渡淮而北。十一月，中武军乱，逐其帅薛能。是月，朝廷授别孝州。即许帅出军城未变，宗权因调发至蔡州，闻抚军乱，乃月即蔡州之兵欲赴难，俄文府主卒，州籍未至，朝贼冲斥，日寇郡城，宗权乃都立士登城据守。既即至，即令点郡士。天子姓蜀，孤务简寇，上蔡有进兵万人，宗权即与监军杨富光同意秦王，出师破贼，以蔡牧受之，人至节度之号。中和三年，朝贼走关东，宗权逆战不利，因与何从道。朝贼祭诛，宗权复斥，建称帝号，补数官吏，遣其将秦彦乱江淮，秦贤乱江南，秦告献襄阳，孙儒献孟洛陕国至于长安，张献汝镇卢唐攻汴州，贼首皆票锐惨毒，所至徒残人物，凡烧郡邑。西至关内，东及清齐，南出江淮，北至渭华，鱼烂鸟散，人烟断绝，金针毕业。贼既伐时，但人楚军士四出，则言师而从。关东郡邑多被攻陷，为赵抽兄弟守陈州、朱温保汴州城门之外，贼将场便率与演运河势屡败贼军，凶势日消。 PG 3762。隆纪元年二月，其爱将身从执宗权，窝折其族，送于汴。朱温出师迎劳，皆之以礼，谓之曰：“下官屡以天子命达于公，如前年中幡然改图，与下官同立秦王，则岂有今日之事乎？”宗权曰：“仆若不死，公何以兴？天以仆罢公也。”略无惧色，乃见诵经师昭宗预言喜楼受福，今召引孙奎以祖练立之训于两世。宗权见中引警卫奎曰：“尚书明鉴，宗权岂反者耶？”但书中不孝耳，大笑，与妻赵氏俱斩于独柳之下。使臣曰：“我唐之受命也，志气于安，千年为永，百蛮享化，万国来往，但否太之无痕，故以显之不一。三百算四，二十帝王虽时有窃意叛君之臣，臣为侥幸之辈，莫不裁新兵革，及旧诸夷。其间沸腾，大道三发，安禄山、朱子、黄巢是也。夫谋为社稷，将害君亲，患列诸公，未赛其罪，故不似于多谈也。然道之所起，必有其来，且无问于天时，宜决之于人。”是陆山母巫者，身是牙狼，偶愿为吏边公，遂至大家重用。总之马木特委兵权，爱天子之独尊，与国中之相济，故不能以义治世，以礼治心，遂称相阙之兵，
以其非妄之福，此所以乱也。朱子家本于阳，性为凶狡，耳习闻于篡夺，心本之于忠贞。祭地乱阶，身流精益，小不如意，别怀意图，但乐荒鸡之名，为性和鸾之动，原忧率之常因乱的，为神器之可以矫求。皇朝伟荣为人，环仆见累，因饥馑之岁，灭亡上之宗，志在夺攘，谋非远大。一旦长驱将表，进入关中，见五路之盟，臣为保命之在我，必若玄宗采九龄之语，行三岭之威，不然十路山名位不高，委任的所，则群黎未必陷于涂炭，万臣未必悦于民，而德宗能含垢逆侠，不加兵上勇，不然则取李成之言不为。 PG 3763。 西列伐叛，不然则取公府之剑，早令诸子就行，如此则未必有金元之乱兵，未必有奉天之危急。西宗能知人疾苦，会比困穷，不然则从政田之谋，设群偷之罪，如此则皇朝不必能犯顺，栾玉未必须审方。盖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蛇势不能断腕，以学所以坏堤，后之帝王族阴简使朝议，秦宗权臣比乱离，四行暴虐，前留我俊逸，见妾我衣裳，终虽灭亡，害思神，滋益整气之余也。赞曰：天地否必，反逆乱常。陆山犯阙，诸子称皇。贼巢凌突，群树披壤，争其所以，存乎幔葬。